在台中唱英文歌，一路 hit 到现在，应该有经过了秀场年代，他有一些 super hit， 旧情也绵绵，心事谁人知等等的。他也拿过金奖的最佳方言男演唱人，还拿过很多座的金钟奖。所以今天希望透过你的掌声、尖叫声。为他加持完之后呢，他会非常顺利的拿下金马奖。据说他已经在写剧本了，台湾没有几个可以三金冠顶的哦，所以他可能在你的帮忙下，他可能透过台南这个福地呢，就可以三金冠顶了。相信这一刻他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场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举起你的双手，用力的鼓掌。如果你想听他的好听的歌声，请一二三尖叫声。2022台南城市音乐节，欢迎永远的天王沈文成。为大家献唱，刚刚为您带来的歌曲呢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历史意义啊，那各位，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民国71年的时候，蔡政南写了一首歌《幸福下浪灾》啊，我没有想到说莫名其妙就一炮而红了啊，然后本来我是唱生日歌曲，啊，伊是过来听我唱生日歌，听听了他就写一台台语歌，讲叫我唱了啊，然后我说好啊，试试看啊 ，I try try see。一戏的哇，哦，百几万地了，安尼啊喂，他乘胜追击，三个月之后又剥削我的劳力，紧接着又推出了一张《漂白剃头郎》啊，这首歌红了以后，哇，靠北，不是靠北，啊、完了，一清专案呐、啊，那有大家还记得哈、哦？啊，一清专案有参加的吗？开玩笑的，好嘞。啊，我非常开心，因为咱台山台南吼是一个音乐之都。安那讲呢？咱做着神拜，像迄、那个
洪英芳吼，啊洪荣宏、文泰，啊，搁咱柯祖老先生吼，伊个歌我拢会晓唱，啊嘛，常常伫电视台咧唱，拢会唱伊个歌，啊，拢会甲介绍。所以呢，来到台南音乐之都，我觉得今天看到台下的观众朋友对我们闽南歌曲，哎呀，没有想到吼，在音乐季哦，一旦是年轻人小朋友吼，非常嗨的，可是现在他们都是。老中青三代都在一起，我感觉呢吼，很 enjoying。本来讲我讲制作当然，音乐剧吗？啊不，怎么没有让我带团来？因为我家己有一个团，我带另一个团。啊，那哎呦，音乐剧的时候，摇滚音乐剧我都会带团去参加。不过 anyway， 今天呢，虽然我单枪匹马，但是吼，绝对那个，阿拉讲呢，你都八百，都我两百，跪给我两杯，马力全开 ，OK。Thank you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介绍这个也是有历史意义的。按那讲呢，这条歌是我下一歌来对吼，非常非常非常 special 的，非常特别。因为这条歌呢，它是一个延续我这个摇滚之火的。因为我刚刚讲啊，就我接下来给我希望说吼，也能够写一个不一样的闽南语歌曲，然后对我人生来讲呢，是一个突破。那一年1999年的，就因为这一张专辑，因为这首歌呢，让我拿了生平第一座金曲奖回来了。And 听我 ，And 注意听哦，你那一届呢，我跟500的手机歌叫是盖对打，然后我一票险胜。你怎么手机歌叫乱叫啊？电视机，啊，我就迄只下晡，我迄下晡我就，我就摕迄个，不是捡到2000块，我是捡到金鸡奖回来。OK， 5月11国际手纹成日，带来这首《光辉胜利》。